家好，我是 Jack， 今天要为各位上映的是 Luna 的一天。我们就开始吧。 Luna 的一天先从被主人吸猫开始，这个享受又惊悚的眼神满满的充满了我对他的爱，是吧 Luna？ 很好，他默认同意了。好可爱哟、哦！我把猫桌板换成新的了，现在露娜很凶了。借那个旧的，它已经几乎玩坏。这个是换的第一天就已经完成这样。很多观众都可能以为露娜是黑猫，但是它其实是灰猫。哟，撒娇！和 Luna 一起过24小时。现在是 Luna 守候便便盆的时间。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喜欢躺在这上面，虽然这上面臭臭的。其实我昨天才刚清啊，每个月都会定时把这个猫砂全部倒掉，然后再用清水把这个整个冲一下。陪我剪影片的小朋友。看得非常清楚， Luna 是一只灰猫，黄眼睛。 Luna 的脸颊养不太胖，有些猫的脸颊胖胖的，那种大部分好像都是美短吧。在这里郑重跟大家说明， Luna 其实是米克斯，并不是什么蓝猫之类的，他不知道怎么混的。好了，各位，我们现在帮我们的小 Luna 准备食物吃。Luna 吃的是这个牌子的干粮。除了这些饲料之外，我还会再加一个营养素，就直接加在干粮上面就好。再给它吃个零食，甚至解压的这种零食啊，我就会直接加在它的食物里面。好了，知道，来坐，少了，很好，坐了 ，OK， 吃吧。Luna 的习惯都是先把好吃的吃掉，你看他都把零食吃掉了，哎，没有了，吃完里面的。那你在刚吃完饭就直接用厕所，会踩猫砂的猫最乖了，给你一点隐私空间。Luna 现在正在折寿寿中，等下应该是 Luna 的睡觉时间。Luna 睡着了，给大家看一下你用猫爪板的成果。好，很好，居然不想给我的观众看。他又很凶了。就是在讲你。亲自示范一下，露娜，给大家看你会用猫爪板。来，哦哟，舔猫腿。现在是露娜的睡觉时间。哎，睡饱了。换姿势睡。
帮你抓痒。在这里，舒服的。不可以打相机。那这是很开心的意思吗，小露娜？你快出来玩了，出来玩。哎，怎么每天只喜欢窝在房间？真是宅猫哎！冲啊，小猫咪！哎，对哎、欸，你真的很宅哎！他有时候就是真的很宅，只喜欢在房间玩。猫咪还是真的天真无邪、啊。哎，吃饭前先喝水的小猫咪，非常的乖。然后这个饮水器，我每个礼拜都会帮它洗，我都是用我自己的饮用水，看喝得很开心啊，小猫咪。都是给 Luna 吃这个 Apple Durum 的罐头。哎呦，小灰猫，这个罐头是鸡肉和鲔鱼口味的。嗯，你怎么在门外偷窥我？ Luna 最喜欢待在的一个地方之一。哎，不要乱跳。这葫芦啊。Luna 放心， Luna 不会喝马桶水。我知道很多猫咪喜欢喝马桶水，但是它不是。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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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。好乖，好乖。
之前有试过给 Luna 吃一整个罐头，但是他吃不完，所以我每次就给他吃半个。猫咪吃完饭都会固定洗澡，先洗手。真的好黑哦，这只猫。小露娜睡着了，睡着尾巴还是在动，这样睡超猛的，就有点像午休的时候大家都趴着睡这样，超可爱。嗯，那整身都是猫味啊。吸起来超爽，尤其是他这个小额头，啊，人生一大享受。猫咪如果有一天正式列为毒品，我都不意外。柔顺的毛发，香喷喷的毛，啊，真的受不了。今天和 Luna 一起过生活的一天。这支影片就到这里结束了。如果喜欢这支影片，可以帮这支影片按一个赞，分享给你们家的猫看，订阅一下我的频道，之后会有更多跟露娜有关的影片。我们下一支影片见吧。